值频道四八一，一起调查套牌车事故，意外令碎尸悬案再度浮现。我以后一定给你解释清楚，但是我现在真不能说。把这符呢？我肯定认识。为了死去的儿子，展开跨越十八年的追凶。听着，这里头还真有故事。漫长的季节，星期一至四晚九点 ，Astro 双星，你也可率先 On Demand 点播。炫酷的灯光，跳跃的舞台，集结全国最顶尖的 rapper。今年是要来拿冠军，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拿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全力以赴。勇往直前，竞争中不断超越自我，这是一场无畏的战役。来，干倒我吧！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，每周六晚八点。无论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，我们감당안돼。紧紧拥抱。그래서사람을죽일거예요？重新出发。뭔놈인사를바라야되니？继续前进。어떤환자든평등하고공평하게。여러분이계속움직이면감당할수없는혼란이벌어질수있습니다。스스로증명해。迎向巅峰。透过崭新 Astro 点播，立即 WhatsApp 我们。今日三月，你啊啲幸福晒死人啊！万大慈有冇啊？我哋买咗去齐工咯。系咪真噶？睇落平静嘅生活，威胁随时降临。钱，我要钱啊！灾难摧毁一切。唔想失去所爱，系唔系只有隐瞒先可以揾到出路？隐瞒5月29日晚8:30 ，Astro AOD 与 Astro Go。但愿从没有情，就让。